現行條例是否足以去應付咧？係過往嗰兩年發生嘅危害國家安全嘅情況咧，我哋發覺咧係並不足以嘅。特別咧就係話喺處應對呢個間諜方面嚇，咁因為咧就係而家竊取國家機密入邊咧係有若有提過啲係相關間諜相關嘅行為。咁但係呢一個咧係最主要都係話係佢係揾啲嘅香港嘅人走去影一啲軍事設施啊咁樣，相對咧係比較係合隘嘅。咁我哋覺得咧係就住我哋過往兩年發生嘅事情咧，可能喺呢方面咧加強掌握。